待在镜头的远处能看，正前方的远处那就是，这条目测呢也就几十米。那以后这个地方建成的时候呢，一个是要拓宽，一个是要加深。这样往下的，我们看到左边有一条铁路，那以后就是钦州的青莲船闸、青莲水闸。青莲水闸呢，现在是不能通航的。那我们看到它的集水起来